大熱門霸記之星綠色衫嘅十三號西方快車48蚊紫色衫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少少嘅馬，中間有辣得很啦，響佢入邊咧有文藝學家，出邊粉紅衫就起等閒，第四位小龍兒啊，響外邊咧就再出奇，中間咧大約跟住個第六橙色衫啊，幸運歡笑啊，咁啊再內欄位置咧就係嗰只英雄嚟噶，咁啊後一浸嘅馬啦，咁啊攝咗入去內欄咧，仲有勝風啦，後多少小米洲響尾五尾四度啦，就係西方快車喎，響佢入邊有日威夜威啊，尾三黃衫咧走二搭川河寶。尾二就君必勝，暫時包尾綠色衫嗰只咧就霸機之星嚟噶。好啦，過呢個1000米嘅段住，前面帶頭嘅馬咧都仲係呢只辣得很啦，拋離咗大約半個身位到啦。咁啊緊隨其後起等閒啊，外邊再出奇望空咗走上啲內欄第四位文藝學家啦，中間第五位小龍兒啊，再後邊嘅馬有英雄幸運歡笑咧就橙衫嘅，內欄藍衫勝飛，響佢外邊有小米洲，尾五外邊西方快車，尾四黃衫咧仲有川河寶區，尾三日威夜威。威尾二軍必勝啊！咁啊，霸記之星猶豫緊，走出定走入啊？包尾嗰只嚟噶，好啦，咁啊入直路啦。前面透出嘅馬咧，都仲係辣得很，鬥緊起登行啊！中間再出奇，咁啊再見到咧中檔追有幸運歡笑，馬林入邊係英雄啊！外邊追嘅馬咧，有呢只咧就勝飛，最出就霸記之星，中間西方快車，最後200零米透出就起登行，鬥緊再出奇啊！中檔追有英雄啊，同埋呢只咧就小龍兒，出邊就。勝飛啊！接近終點，勝飛喺中間殺上嚟，中檔拍住追，仲有英雄過終點第一名，係咪英雄有機會到先啊？出邊係勝飛藍衫嘅，至於入邊近嘅馬，仲有灰馬嘅再出奇，內欄咧粉紅衫就起等閒，接近終點之際，二號馬紅衫嗰只英雄，藍衫係勝飛，第三名咧起等閒再出奇亦都接近啊！大魔。布文吃翻個尾壺，英雄又係真係好似嗰只明月千里咁啊！一出即勝，勝飛跑到第二，輸俾呢只初出嘅馬。第三都好似有機會係起等閒啊！第四就係再出奇啦，大熱門嘅巴基之星。六六啦嚇，追唔切啦，好愛啊！真係掟到，佢都追好多，但係都冇用。好啦，如果嘉陵觀眾陣間睇唔到個正式嘅派彩嗰啲唔緊要啊，咁啊，熒光幕上邊有我哋香港賽馬會嘅網頁啊，咁啊隨時可以入到去睇翻我哋賽事資訊嘅。二搭四嘅連贏位超過3400蚊啊，都可以講俾大家聽。二號嘅獨贏13倍，扭到好歪啊，2487。哇，跑到四重彩都冇啊！